紧张是一定是先紧张啦，后面我想说，之前有遇到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放胆去做，不要去想等一下会怎么样，就很平常心去做这样。压力是一开始还是有了，后面哦其实就还好，因为后来我想说，二三垒，然后突奥斗嘛，我想说，就算我上垒，后面还有截线，对，所以没有太说，我一定要当英雄还是怎么样，对啊。应该也就是有遇过几次，但还就是毕竟之前是队友，多少有打过，对。比较了解这个，大概知道他可能会以什么球路为主。